10月22号我们的生日会呀，一定要有你哦。没错，涂上这个红红的指甲油，我觉得更好看的呢。导演你好狠啊，是不是很凉？我们把天之双白折磨成这样真的好吗？对啊，哦，忘了。大家好，欢迎收看《暴走吧 idol》，我是雷欢英。大家好，我是东旭。很多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天生条件实在是太好了，人帅，腿长，这个唱歌又好听，舞也跳得非常棒，最重要的是演技呢也是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能够请到二位，欢迎马振环和易伯辰，欢迎二位。是。来，这样好不好？先一一跟我们的观众打招呼。好，大家好，我是马振环。Hello， 大家好，我是易伯辰。哎，如果说，因为很多人都看了那一部《刺客列传》嘛，对，没错。对，然后你们是在里边有一个 CP 的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好听，是不是叫天机双白？天机双白，对。那如果说用剧中那个角色天机双白那种 CP 感打招呼的话，会跟现实当中你们的状态不一样吧？还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过，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这样来一次啊。先是那个王要来是不是？然后再橙子要来一个。我是讲我戏里面的角色名字还是？对对对，不是，你就用你那个戏里当中的感觉在打。哇，几块了，我的妈呀，我突然感觉到。大家好，我是马振环。哇哦，小齐。Hello， 大家好，我是易伯辰。我差点就要说"武皇万岁"之类的，就是在君臣面前，一个是将军，一个是王的情况下，感觉我们两个好像一个小喽啰一样，信手拈来。哎，所以如果《刺客列传》拍第三部的话，你们希望能回归吗？两位，我们第一季就死掉了。对啊，很多粉丝就说很遗憾，就是为什么我的天机双白为什么没有回来了？所以我们当时二还没开拍的时候，我们就问可不可以就是复活是吗？对，客串一下。对，可是他们就说，可惜我们整个国家都灭掉，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回想啊，当时简冰跟那个骑士凯的一个回忆，没有人可以有这个想法。你们一定是得罪了编辑把你们国家整个歼灭了，连个回忆都没有，因为没有人会想我们。国家都没了。对。但是你们那首歌很好听。那首歌还是作为《刺客列传》的第二部的主题曲，对，叫无名将，对，是我们第一次就是，不是团体，就是我们两个人对，就你们合作的一个影，对啊，所以接下来会有继续两位在戏剧上的合作，希望有，对，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拍的真的是蛮不错的，还好啦，还好，我就想说，我成应该会客串一下，还好。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是一个台湾一个很优质的偶像团体嘛 Special 对不对，所以在今年年底的话还会有一些专辑的计划吗？预计公司是有这样跟我们打算，就是说年底可以希望可以发片。对啊，但是要把我们所有人聚集起来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各个地方，对，要瞧每个人的时间。对对，二位就是天蝎座的，我也是天蝎座的，我平时会比较腹黑的。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觉得对方或者自己会有一点腹黑呢？我只是觉得天蝎座在大家的印象里是一个很可怕的，真的是星座。不过真的觉得天蝎座很好相处，我不知道大家都说是啊，不要得罪他，好可怕，会记一下。我真的觉得，所以随便的。所以其实天蝎座是怎样的？天蝎座有个慢热，慢热。我觉得我最就是
印象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慢热啊，就是很闷骚，闷骚。哎，我喜欢听闷骚这一段。你喜欢听闷还是骚这一段？对，我想听又闷又骚的那一段会怎么样的？具体，比方说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上？就是我相信大家在团体里对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很安静，话不多的。可是到了，这到了已经快一年半了以后，我们才开始熟，然后才开始我在讲我自己那些笑话，不管好不好笑，可是就敢发挥了。给我个空间发挥。你是这样的感觉。对，一开始就不熟，然后不知道我讲的这句话对不对，后来就是熟了以后就不太管了。熟了以后你各种那个冷笑话都可以爆出来。对，就即便不好笑他也会一个人。 对，就是别人没有笑他自己哈哈大笑的那一种，是这个。他自己如果干掉的话他就会自己救场吗？还是没有，这是我常常就是讲一个冷笑话，然后我自己感受到那个尴尬，然后我就是做一些很尴尬的反应，然后他们后来就笑。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粉丝了，然后你们还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每一条评论或者是私信吗？其实是会的。就像我的话我会去，不会到每一条啦，就是看了大概，如果1000条的话大概会看个800条。那已经很不错了。很多了，就是对，会80%你都看了。对对对。但是你会评论吗？回复。我会看，如果有真的是让我就觉得对他真的很有哎，有哎，然后我就会去回复。什么样很有？就是那个话很好笑还是？对，就是那个话很好笑。你会认真去回复他吗？我会对，我会给他个称赞。我一般会觉得有趣我就哈哈哈就这么回头发个表情，就是啊正愉悦。有，我对也会这样，就是认同他这个流程。 对郑环会吗？你会？我看的比较少，因为我就是本来就中文，你不要这个样子，粉丝中文能力比较差，可是就是看到的都是有记下来。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片场很无聊，然后就突然心血来潮就决定要一直回所有的留言，然后粉丝都惊呆了。对，那天其实我妈妈疯了，妈妈疯了，反正就是开始我就是以为是高仿号，开一些很怪的玩笑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希望哪天我再无聊可以再有这样子的互动，因为那天就是没有预告就突然来了，然后就一直留言一直留言。所以当时粉丝有吓到吗？有吓到，然后一直希望我回他们啊什么的。这是你跟粉丝之间这个难忘的经历了，算是。就是因为我常常我就是不常有这种回复，所以难得一有的时候他们整个就爆炸了。粉丝都很喜欢自己的 idol 翻牌他的评论。对对对，突然一下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然后有一种哇感觉像天上掉了一个500万一样，真的超懂那种感觉的。对，你超懂。你是你被自己的 idol 翻过牌吗？不是，因为我自己平常喜欢看直播，然后人家在打电动那种直播，然后我就会去下面留言说啊你等下可以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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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会给他送个什么小礼物，我觉得他打得很好，谢谢你哦。然后他就说他念出了那个 ID， 然后谢谢你，我觉得哇，这种感觉，感觉他有注意到我这种感觉。哎，所以你们年底有什么专辑计划吗？有的，有。那我们年底我们打算要发这样的专辑，公司是这样打算，然后。我跟他的生日都会各发一个单曲哦，就是在两位的生日当天就会发一首单曲出来。没错，对，比如说我的生日10月24就会发一个，他11月2号他就会发一个。没错，10月24号和11月2号分别我们可以听到我们天机双白各自的单曲。没错，可是呢那个曲这两个曲目都会在我们的生日会当天就是表演出来给大家看哦。所以不仅是在那个郑环的生日上，还是在博成的生日上都能看到，两位的都能欣赏到。我们双人的生日会，对，大家可以抢先听一次。对哦，也就是说在两位的生日上呢一定要来，可以抢先听到。有什么样报名的方式吗？报名的方式到时候公司会公布。对，我还以为有没有别的。好吧，那可以会抽取在底下评论的人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马上就开始评论。记一下真的，这是对于粉丝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好不好，当然也期待除了你们这个单曲之外呢，还希望能够看到你们接下来更多的一些影视上的合作。所以博成呢，你跟粉丝之间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一些有趣的互动吗？
很多，太多了，是不是？有趣的互动太多了，是有一些稍微有点不太好意思讲出来吗？没关系吧。太多有趣的是吗？对，他们就是有时候会穿的奇奇怪怪，就是过来吸引我们的注意。什么意思？穿的奇奇怪怪？对。怎么个奇怪法？是一个男生穿一个女装吗？这叫奇怪。没有没有没有，那他，你这样比喻的话，他们还蛮正常。他们会模仿我们在戏里面的那个造型头发。是女生吗？女生还是男？对，因为女生才有那个嘛。啊，对。他就模仿那个，然后还有穿着古装过来跟我们，过来跟我们。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台北办那个演唱会的时候，有一票粉丝都穿着那个婚纱的衣服，然后就是准备好像要就是要嫁给我们的意思，对。哎，那这听起来有点起鸡皮疙瘩，但是你细细的去品味，会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他们真的是对自己的 idol 的那种爱啊，是，就真的溢于言表。其实如果我们看熟，就是看过很多次，是，就是他们常常来我们的活动，然后他们突然这次打扮，我们会觉得还蛮可爱，蛮有趣的。是，对对对。对，如果经常这样，就有点。经常这样就觉得你会太辛苦了，你换这样。但是刚才就是博晨，你是经常好像在微博上说很爱吃火锅，是吗？哦，不不对，那阵子啊，那阵子已经过了那阵子。我觉得这阵子有点还好。对啊，因为我也是一个超爱吃火锅的人啊。是吗？对，所以你对火锅有一些什么样的你自己一些特殊的癖好吗？我自己吃火锅，我不吃辣哎。火锅不吃辣啊？我现在就你把你那句话，你来吃火锅这句话收回。我这话收回好不好？火锅就一定要吃辣，你知道吗？我上次就是因为泼文，然后我的那个辣锅就中间一小锅，我被超多人骂了。哦，一般正常中间是清汤，旁边是红锅。对，它中间是红锅，旁边是清汤。你确定你在吃的是汤锅还是火锅？而且我还去那个成都那边吃，所以他们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所以你不是不太能吃辣，但是还是爱火锅这个东西。哎呀。我觉得你主要是爱锅的那个中间那一点点的小汤锅吧，小火锅。对啊，那一块是我的。所以如果说作为这个吃货的话，如果说让你们为某一个食物或者是什么打广告的话，会想到什么？如果说，比方说易伯辰，你很喜欢吃火锅嘛？就那一阵子很喜欢吃火锅。易伯辰不说是一位靠火锅上位的吗？你自己说的呀。你这个说清楚啊，说清楚怎么？他说是一位靠火锅。上红勾勾的男人。对对对对对，所以要为火锅打一个广告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吃火锅不吃辣最好。我们今天有为家店直接关了，我们今天倒了，所有火锅店的老板全都会出来跳出来，什么鬼？这是我们有为您准备，我们爱豆牌的火锅广告语：一次不吃你的错，只吃一次我的错。要爽就吃爱的火锅。哎，可以，有吗？有吗？有吗？除了那个，有吗？有吗？有吗？有，就会觉得这火锅不辣而已。但是还会想说，哎，那就去勉为其难的去尝一尝，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好吃，不知道辣不辣。如果那个郑环呢，给你一个主题的话，你会想为什么？你最爱吃什么？炸鸡。那如果要为炸鸡打一个广告，你会想到什么广告词？爱豆炸鸡，美味。好吃，你要不要吃一口呢？哎，你这可以，你这还有一段无实物表演，你他胜过你啊，他有无实物表演。对呀、啊，他很会卖萌，他就得用英文讲一个 Idol brand fried chicken, the fighter jet brand of fried chicken. Oh yeah. 哎，这个好哎，突然感觉像是一部那个什么欧美电影大片的感觉。然后就前面会来一个那个我们在那个入场的时候会听到一个。后面是个炸鸡，飞过去，一直那个感觉。哎，真的可以！炸鸡大考验，马振环和易伯辰去街里完成任务。首先由振环闭眼为伯辰涂指甲油，一只手即可。随后由伯辰闭眼为振环冰淇淋。3分钟之内完成两个任务即为成功，将会获得我们的独家大奖哦。看着我的眼睛，十。咦？开始了，开始了，在计时了。你要不要指挥一下？我怎么感觉郑环好像看得见一样？哇，郑环你涂得太好了，正好涂在那个指甲上面，我的天哪！
好完美、啊。哎，如果说你们完成不了，这指甲不能卸，好吧？这指甲一定要撑开一个星期。你要给我，你要给我对正确的。不是博晨，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告诉他涂哪个地方，是不是 ？OK OK OK， 好了，已经满了，满了，还够吗？下一个，第三支。我觉得振华好实在啊，他不是，我觉得振华好熟练啊，振华，你是不是以前跟你女友这么涂？你这也是我有这样子，对。你有给自己女友涂指甲油？有。我天哪，涂得太棒了，有点像凶杀案的现场。两个人刚灭完，你女朋友应该很开心吧？这个、对，就涂了那么一次，她后来就没有找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画面太美，我都不想看。天哪！在哪里？鞋子当心别滴到你们的鞋子上面哦。好了好了，OK OK， 接下来，刚喂，来来来，快点，三分钟，三分钟，换我，换我，换我，是。只有一个吗？只有一个吗？来，我们东旭来，东旭来。哎呀，哎呀！我杀了谁？时间先静止。哇！然后我怕它掉下来。开始了。不能看见啊。对，这里。快点！哎哎哎，汤匙哎，勺子在里面。这感觉像是一个车祸现场。我这样子不能帮他吗？不可以，那里面有个膜，你要用嘴巴指挥它。有个膜，你要接起来。先把汤匙放下。好，你要揭开那个膜。对。在边边，在边边，对，对对对对，这怎么那么，哦，帮不了你了，哦，哇，这冰淇淋已经完全变形了，一直满手都是吃甲油的，哎，没挖到，你没挖到，再挖一点，再挖一点，这个。大快一点，大快！要吃完是吗？快要吃完，导演。快吃完，导演你好狠呐、啊！我的妈！还好我们买了一小杯的。快吃！我觉得这好是好在，还好刚刚涂了指甲是左手，如果在右手的话，我们把指甲油下冰激凌。吃完了。我的天！是不是很凉？现在还有几分钟？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可以慢慢来，真的。很快哎！我靠，这个画面真的，快一点！我们把天蝎双白折磨成这样，真的好吗？对呀。那个，应该算过了吧？亲爱的粉丝们，不要骂我。好。挑战成功。好，叮，结束。你们多长时间？哇，厉害！天机双白在两分半的时间完成了我们的游戏，两分三分，来，这么开心、啊！我们的老师给个特写，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美手，好不好？你来个女性化一点的那种，对，完美。哇、wow ，这个手其实挺好看的，然后涂上这个红红的指甲油，我觉得更好看的呢。不是，我觉得振华好熟练啊！振华，你是不是以前跟你女友这么涂过？你这是对，就涂了那么一次，他后来就没有找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的，经过这一轮的默契大考验环节呢，可以看到你们的两位默契呢，简直就是200%的存在。所以呢，我们节目组呢也是精心为两位呢准备了一份终极大奖。这个大奖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东旭是什么呢？我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要送出的终极大奖就是搜狐视频 VIP 终身会员。你能不能把大奖举高一点？终身的，我挡住我了，够大。来，接下来我们颁奖好不好？噔噔噔噔，感觉真的，我们都没有哎，这真的有终身的吗？哎，你知道终身意味什么概念吗？就这一辈子你们都是 VIP 会员，是吗？就是一辈子的 VIP。妈妈，来，天气双鱼，你的发表，让我讲获奖感言，获奖感言，来，我真的很感谢我支持我的兄弟父母们，对，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真的。这也是你们的奖，我真的觉得天机双白人好好哦！我的天哪，头一次觉得我们这个 VIP 的会员卡闪着光的那种感觉，是吧？你就拿回去用吧。这你们平常看搜狐视频吗？看，真的假的？太棒了！因为《刺客列传》就是我们搜狐视频独家播的嘛，对不对？行，好，这个待会儿就带回家，好不好？好。随机舞蹈。马振华和易伯辰需要根据节目组播放的音乐随机舞蹈，展现两位默契和舞技的时刻到了，加油吧！接下来是我们天机双白 Live Show。
啊，这个是你的主场。哦，忘了。嗯。真的都不会呀。哎，不是。好。我只记得白眼，竟然会跳，不行啊！嗯，这是什么？是红尾鲸会跳吗？红尾鲸会跳，什么类似这样子的？我不知道。那啊，这可爱了，这张可爱就好了吧。搞定！什么双白竟然？哦耶！生日会，七月二十二号，哎，记得。哇！哦，我真有哎！哇，这个帅，哎。哇，我跳太好，太激烈了。不是，而且我觉得两位是有备而来的。是，我觉得可以在生日会那天也跳下这个舞蹈，就是那种女生版撒娇的感觉，特别可爱。你再做一个嘛？哎，如果真的要对现场的，就是对还有电视机前啊，荧屏前的观众，做一个撒娇的状态的话，会是怎么样？你会怎么撒娇？你们俩一起好不好？来，天机双白的粉丝都在看哦，3、2、1，嗯，你说，哇，天哪，好贵呀、啊，来一下嘛，什么时候来呢？10月22号我的生日会呀， yeah. 一定要有你哦，没错，我的鸡皮疙瘩真的是太贵了，他俩。哇，可以，然后呢，今天真的很开心，二位来上我们节目，也希望多来，好不好？好。当然呢，也是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你们，除了这个单曲，还有影视作品，还有等等广告之类的，也希望呢你们能够合作的越来越好，发展的越来越好，好不好？当然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那个我还沉浸在刚才撒娇那个状态，还是要提醒大家收看我们 BOSS 吧 idol 的官方微博，就有机会获得搜狐视频会员，让你追剧追不停，同时还会有两位的天机双白的亲笔签名。好，这一期就是这样了，谢谢各位，下期见，拜拜。锁定搜狐视频 BOSS 吧 idol， 我是易博神，我是马振环，我们在这里等你们哦，一次不吃你的错，只吃一次我的错，要爽就吃 idol 火锅， idol 炸鸡美味好吃，你要不要吃一口呢？哇，哦，我真有哎、欸！